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跟这个老虎一起来玩这个假魔法师。太小，老师你不能这样子，老师我们不能这样用武力的方式教导学生，这样是不对的，好吗？冷静，冷静。我们要继续来上魔法课了。哈，可是上一次很烂欸。没有。这一次会不会好一点？我看一下啊。很好。现在是魔法师的对决是吧？没有，就过了。就过了。我们来。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四种新的魔法，太棒了！我们需要，而且这个新的魔法需要四块布啊。好，这只有三块，老师你会不会数数？你不要呛我啊！老师，你数学是没毕业的吗？我是学魔法。我要找羊毛啊！老师，不要再笑我了。好了，快点！老师，你怎么材料带那么少啊？我准备很刚好，人家忘记准备多余的。他叫魔法布料啊，怎么敲一下就不见了？你有给我偷敲啊？我没有敲啦，我是说你刚敲的时候他就不见了、欸。你这魔法布料怎么没有魔法？好废哦、喔！我的布料很烂、欸，残疾品。不要笑这样子。好久，老师你好了没？好了啦，好了。不要催老师，老师比较老一点。不会，快点的。来了，好了，然后呢？我们先教第一个魔法。好，我们要教的第一个魔法是那个武器魔法。我们需要一样弄残自己，然后来放上去。放什么？我们这次需要的法呢是两本精定。老师，你的血好干净哦。对啊，不要来。放两个钻石粉末，跟一个金粉末，然后对它使用右键。哦，你看，哒哒哒哒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然后对它使用右键，一直压着，释放出来。老师，你便秘了。你看，武器投影之功。不是老师，我学生也要。小香香那边。不是，老师你不要急好不好？老师，我还没有搞清楚状况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是不是？我来发材料给你。对吧，这个部分应该是先来的嘛，对吧？怎么会有老师越做越爽啊？我学生在旁边看，然后你叫我看，我要看哪里？好，来，耶耶，我也要用魔法，然后呢，弄伤自己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然后来两个粉末，好的粉末，然后丢一个金粉，哦，有没有？它卷起来了 ，OK， 好，右键，对，右键，丢出去，有没有看到一把弓了？好特别哦，好特别哦，它会把你身上的武器射出去，哇，这个效果很帅哎，哦，是，不是啊，它丢出去之后，不。拒绝回来，老师啊！如果我有信用卡跟钱包啊，不就连同信用卡跟钱包一起射出去？对啊，这就是赠予别人的武器。不是啊，他会射我的这个，射我的这个，射我的这个，射我的这个。有一把他射不掉、欸，拒绝回来啊！射掉了铲子、镐子、钻。我的只有工具类才会被射出去啊。对，真的哎，只有工具会被射出去啊！我还要自己捡回来哎。我们要教其他魔法了。好啊，你要记得发材料嘞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教那个近身的攻击啊，近身是不是？近身打自己 ，OK？ 对，我懂。来，一样，先给你两个粉，墨影粉 ，OK？ 来，过来我们这边上课。你说我们 ，OK？ 对，来， And then, 首先呢，我们要把两个粉。先弄残自己。好，老师我也要。老师，老师，对，老师，你说字秒不准。老师有点老了，有点不准，所以要靠近一点。你扛我，你扛我也要。
看我变笑死了，贱欸，看我要等一下啦，再一次啦，再看我一下啦，为什么那么难画啦，真是的。来，然后呢，放两颗钻石，有了，然后放一个墨影，有了，来拿起来，哎，拿起来了，来使用它，近身投影卷轴，害羞，它的能力是把你拉近，你看啊，你身上有个圈圈欸，对，你对我使用，哦，你看待会你就要顺到我面前，而且他会先跟你伤害，然后顺到你面前，你看哦，而且他是无视距离的哦，无视距离，哦，你看我那么远，哈，拉，你看，很帅欸，而且他是直接冲过去，欸，他冲过去就会吐你，对，冲过去直接吐你，哦，很好用欸，进击啊，你看，哎，古力法很危险的，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有魔法的感觉，太棒了。可是伤害不高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很作弊，从来没看过。哦，刚刚都拿的是剑嘛？嗯，剑，剑跟弓，做剑，该来当真正的魔法师了。嗯，好，前面都是全部都是还在学习阶段是吧？了解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拿法杖了。好，法杖，我最喜欢法杖了，棒状物。这个是我的自己的卷轴啊，走开，去拿自己拿自己的。小气鬼，这老师怎么那么没良心啊？按摩，干掉了。老师冷静，老师我们你慢慢来好不好？我们不用很急。老师，你不要急，慢慢 来好。这次我们需要的是金粉末两个。好，金粉。在中介之眼粉末有了，哎，它是这就是我们的次元扭曲第一个法杖，好，太棒了，我们的第一个法杖哦，真的哎，好福利点哦，好福利点哦，哎咻，你看把它往上面抛，好，为什么我是把我自己往上抛了？老师拜，老师拜。给我上去！给我上去！你不要用我，我你学生，你给我走开！上去！我要让你飞！你上去！我不会飞！你上去！你给我上去！欸，你上去！你走开！欸，你老师你好，不会瞄准哦。对啊，很久。欸，现在好了。耶！欸，我可以把你丢掉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，所以拉久一点的话，魔力会给越多，它就会弹。哦哦哦，欸，老师借我示范一下好不好？你先不要动，好，你不要动哦，你等我一下哦，我先把他们都清掉。欸，怎么清啊？哦，这样子。OK， 老师你坐好，你坐好。老师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来，你不要飞，你下来，你下来。好，嘿，很好，你冷静。欸，小孩子找你，你怎么那么红？好，来，好的，来哦，我先蓄力，啊，蓄力，蓄力，哎，按错了，来，我想说调个角度，来蓄力，不要动哦，来，忍耐一下哦，好，太高了，你到月球了吗？还没，太久，哦，那你弹我，我想看我可以弹多高，你弹我，我这个我不会用，这个你不会用，老师，你教魔法的，欸，喂。欸，好高哦，欸，快点使用刀送我。我没有带。哦，我有带。我们现在要来学最后一个了。啊，最后一个。我才刚上开始上学。欸，最后的了，魔法师的对决。噗。OK， 好，不用对决了。哇，坏蛋20。噗。OK， 老师我救了你。好的。慢慢来。两个金粉末。有了。一个钻石粉末有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法力巨爆，欸，真的福利脸了！法力巨爆，欸，哎，真的，欸，福利脸来了！它是红色的耶，看起来好危险哦，喔！扎怎么用？扎怎么用？来对着这只羊使用！哇，哦！再久一点，可以了吗？好，你可以放开了！哇，哦！老师，我有精神理赔吗？哦，好大哦，好大，好圆哦，好舒服哦。来，使用驯服，拿着法杖。哼，对他使用驯服的加右键 ，A O E 模式。哦 ，A O E 是不是 ？OK。你看，
不想再用我了。你在哪里？你不要用我！老师生气了，学生造反。我怎么这？啊，我怎么一直死掉？好了，这是刚刚 A O E 嘛？哼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好，来一下 Shift 加右键，光速模式。嘿，你对着这一片使用，不要再对我使用。来。喂喂哦，好美啊！哦，哎呦，灭魔族了！我们把那个地板全部化开来了，哎！啊！哎，老子不能怪我，这是你自己靠近的。靠近了，老子，老子此处危险。那学生在施法的时候不要乱靠近，老子随便射哦，它的范围好长哦。对啊，你不要扫到我。我们要扫你，你怎么越来越接近我了？哎、欸，哇，哎、欸，它到底是什么？我想看它的底。你再继续发射，哇，圣柱哎，哇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关我，还没看到。没有，它已经到基眼了啊。啊，你往上嘞，你往上，你垂直。好，来，我要从这边射了。嘿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射了哦。你射。到哪里？他到这里哦，很高吗？蛮远的，蛮远的。快一下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很高吗？我在你刚刚那个高度往下。欸欸、你在学生都那么凶狠的，老师，这魔法好好用啊！杀人，老师，杀人魔法，这魔法怎么可以这么好用？你好坏、啊，我们可以对射吗？我们可以对射吗？好卡、哦，好卡、哦。看一下对射。欸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开。我们先瞄别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我们不能这样对瞄。等一下射到我们家。对对对，这里这里好，好来。我们先、啊，我们不要朝对方啊，先射边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慢慢靠近啊、哦。好，好来，慢慢。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好了，我看我们还是算了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这样子的话，之后还会有更强的魔法，老师要先研究一下。好，老师你慢慢研究啊，没有关系的。Yeah. 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哦，我要回去找你。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回来找你了。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你了，不要说我们家哦。好了，大家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你好坏啊！你不要用那个了，不要追我。